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七叔之前和我说过，在这附近有一个卖冰激凌球的老奶奶。她说她小时候，她妈妈总是不在她身边，她就会去找那个老奶奶，然后奶奶就会送给她各种颜色的冰激凌球。可能她去找过老奶奶，应该会有线索。可是，走吧。 可是那是十几年后的事情，就是这儿了，居然真的在啊！您好，请问这里的老奶奶在吗？什么老奶奶呀？这个摊位的主人啊，她去洗手间了。那她去了多久？刚去。怎么办啊？你们要是不嫌麻烦呐，就自己去拿，把钱放在钱匣里就行了。 这位顾客，草莓味的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草莓味的呀？因为你的唇膏。老板你好，给我一个冰激凌。你想要什么口味的？我要草莓味的。稍等。 天边遇见，记忆闪烁如梦。